因为如果有错的话，我不会这么样。其实以服务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台湾都是非常好服务业。嗯、可是欧洲，你不管是餐饮业或者什么的，他们的服务都是拽拽的。他们一开始说要赔给我们很少，可能50欧。后来阿 K 就去找到一个专门去帮旅客跟航空公司来调解的东西，然后那个公司说可以拿到750欧，他本来只想给我们50欧，嗯，然后他会帮我们，那他就是抽中介费这样。他抽250吗？对，抽250。对，胡文英、郑金星凿局登机，联航认输师只愿陪着数字起炸。那你回来台湾的话，有觉得那个再也不想去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有。整个在罗马，整个过程吧。胡文英与女儿郑金星德籍老婆阿 K 12月起开启一连串欧洲行，花了至少快30以上。不料16号准备从罗马转机时，竟遭拒绝登机，机票还被当场撕毁，让母女俩气到发文和拍影片跑红航空公司。这是我有史以来说最烂最烂的一家航空公司，我从来没有之一，只有这一家，其他间都很好。对对，那间真的是超差的。我们那时候去别家航空买票，回来就去拍了一个他的影片，在他。对。我还看到他跟别人在吵架，嗯，还跟别人咔乱讲，我听不懂，他一直都在吵架。他心想说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问题，因为如果有错的话，我不会这么样。我觉得有些事情大家都不是在现场不了解，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在那边嘴。他说，当然用意大利文啊，他就很凶。在意大利当然用意大利文啊，就口气就很凶，你知道，一脸臭脸。他说那是你们的问题啊，就说耳朵是有问题吗？我是想说，哦，但是那个口气很凶。他们一开始说要赔给我们很少，可能50欧。后来阿 K 就去找到一个专门去帮旅客跟航空公司来调解的东西，然后那个公司说可以拿到750欧，他本来只想给我们50欧，嗯，然后他会帮我们，但他就是抽中介费这样子。他抽250吗？对，抽250。对，现在还在帮我们谈之中，因为他跟我们说这是就是非常合理可以退钱的理由，因为他们没有说到英文，然后我们也一直在那边排队，然后只就是真的我们没有听到要到最前面，不然我们也不会。没办法 check it。 其实以服务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台湾都是非常好服务业。可是欧洲，你不管是餐饮业或者什么的，他们的服务都是拽拽的，这样子一副就是你知道吧？嗯，对，就会觉得啊、我们好像不是很受尊重什么的。就是一下飞机，我们对放完行李去吃东西，我就碰到那个人，突然有一个人走进来，就直接抓着他的手。这样直接抓着他的手好几次哦，阿 K 就很凶，就把他甩开，他又拿起来，然后他把准备要拉出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啊，他就跟他这样子，然后就我妈跟他讲话，阿 K 跟他讲话，他都没有反应，他都不理我，他就盯着我，我吓到就没办法动，嗯，这是真的很可怕。阿 K 是说可能就是意大利有一些传教士，刚好看到一个那个 Chinese 的那个 restaurant， 我们就跑进去，服务生就走出来就讲说，对啊，你要喝什么热汤？后来他就选了一个热汤，5欧元，他就跟我指那一张10块的，我就想说，哦，好，等一下他要找我钱，他在门口就向我收了钱，我就进去拿汤，就那个另外一个女服务员就跟我说，你付钱了没？我说付啦，我刚刚付给那个男的啦，他没有找我钱呢，那个男的就跑过来说，对啊。你是付5元啊？我说，你刚刚不是拿10元吗？警察越多的地方，治安越糟。不要再去。对